我是徐薇老师，又到了欢乐微笑学课里的时候喽，记得是欢乐哟。我们今天要学的是有用的客家话，是接电话。哎，我们先说啊，请等一下哦，怎么讲呢？呛等一哈，呛等一哈，等一哈，哎，就是等一下的意思。呛就是请，呛等一哈，请等一下，不要挂掉哦。怎么说？嗯莫挂脱喽。嗯莫就是不要，嗯莫挂脱就是挂掉，嗯莫挂脱哦，我们加个哦比较亲切哦，要不然我们说嗯莫挂脱，哇好凶哦，我们说嗯莫挂脱的哦，哎嗯莫挂脱的哦，哇念得这么好，真是有语言天分，第一次跟着念就说的跟客家人一样，嗯莫挂脱的哦。对了，那我去看看他在不在呢？哪一看给有才吗？哪一看给有才吗？我去看他在不在？哪一看给？我去看他。哪一看给有才吗？在不在呀？啊，结果他出去了。怎么说呢？给出去耶，给出去耶，他出去了。出去就是出去了。出去啊，那他不在哦。给某才，给某才，他不在。给某才，对，很好。那请你下次再打来咯。请你下次再给我打来，跟着念嘛，拜托拜托。请你下次再给我打来，请你下次就是下次，下次下次再给我再给我打来。大了，呛你哈吃扎勾大了，哎呦，好强哦！跟着念就念对了哈，因客喜相逢。接下来呢，徐文老师要教的是入境随俗这个说法。客家话的说法呢，入境呢是你总你总，那个总呢就是庄，就村落的意思。你到了这个村落以后呢，随俗随俗。你总随俗，意思就是指入境要随着他的俗，入境问俗，入境随俗的意思啊。英文有一句话刚好跟他的意思是一样的， 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. Rome 就是罗马，你人在罗马的时候就要和 Romans 罗马人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咯，所以这是我们的入境问俗了，今天就学到这里咯。接下来呢，许薇老师要跟大家一起复习咯，嘴巴借我一下下，大声跟着念。来，第一句，呛等一哈，唔莫挂脱咯。爱喜看佮有才无，佮出戏个，佮无才，呛你下次再过大来。你总随俗 ，Doing Rome as the Romans do。好，今天就学到这里哦，心梦你爱之声，再见。